志明哥 Q 掉 Q 掉就到，哎，原本是没有牌的情况又可以讲到，那会不会让瓜哥有机可乘超越这轮哥呢？因为他们，所以你看刚刚他转成那个三饼的决定有不有趣？他其实如果打二鹏也是胡到那个运华姐，只是说胡对人了。他如果是打二，他胡二条，对，他胡到运华姐，对。但如果是打就第三种胡到，因为这个哥其实可以下车打红中，他其实没有。不晓得他是失误还是怎样的，你看那个很多人讲说，现在是农历七月嘛？对，农历七月是关于什么遮掩的问题吗？应该不是啊！哎呦喂啊！哎呦喂啊！一进厅庄家，天哪！这个进牌口蛮不错的，系统下去之后，又是知名的厅牌，嗯。哇，那瓜哥也进厅，瓜哥在进起起作用，这边各位听牌七条，哇哇哇，边七还有三张哎，哇哇哇，那瓜哥听牌吗？三筒，三筒，三筒还有一张，但我总觉得，天哪，感觉七条很漂亮哎，很新鲜，还有两张，八万，三筒，会吧？会不会？我们拭目以待。真的，边七其实志明哥摸起来也没影响啊，主要是他们三家不能放强，就是同时下降嘛。对啊，志明摸起来的话，就是他们其他三家分差不变，就是同时下降。我每次看那个瓜哥这样摸跑，我真的会很紧张。啊，有摸到六二筒，完了。那这样子其实三筒有点危险，是怕他进二五饼嘛。但外面其实现一筒，然后六他打地打六筒，他想要三筒不安全呐、啊。这边碰到三筒，怕进一四二五。对，天哪、啊！边七条，塞，绝三筒。哇哇戏啊来了完了关键性的抉择不会吧对点啊哇瓜哥哇恭喜对点之轮超车啦对就是三头天哪、啊、这个刚刚那个红中就差很多了哈如果刚刚打红中砍下车的话就不至于这个，当然我觉得这都是马后炮啦齁。天哪！我相信志伦这一场回去看可以进化啦没错、哦，差四百分哦。但还没有结束啊，还不知道啊。对啊，因为如果我是运华姐或是志明哥，我就会让他们两个去竞争，我不会主，不会妨碍整个赛局。没有没有，你就算你说不妨碍，你的进出张每一张都是会决定啊，不可能不妨碍。哦、也是啊，因为我对瓜哥方向其实也是自然就晋级。对你出任何张都会决定这一把牌的胜负，所以那不可能说没有妨碍啊。对。